我哋搞清楚自己做人係為乜咧，就咩病都掂噶啦。咁咧嗱，今日嚟到呢度啦，大家都好想有一啲好實際嘅解決方法、行動。咁而家咧，我推薦幾樣。嗱，而家我講呢啲咧，都幾老生常談，你一定聽過。不過有人喺度一次過將佢排列出嚟，可能對你好有用。咁你覺得咗係 OK？今日聽咗嚇，梗有好有好多疑問㗎啦，我又可以傾多兩句啦。不過就係咧至少由今日開始，如果你想喐嘅咧，咁行咗先。第一嗱，呢個咧就係行動影全大計嚇，做咁多樣嘢，停止干擾身體自我療愈，即係唔好再去炸佢，唔好割佢，唔好咩嗰啲，所有西藥唔好意思都係破壞身體嘅。你自己諗下，就回歸自然飲食，我講咗啦，自然嘅生活方式頭先提過，生涯再規劃，諗清諗楚，呢世人你為乜？你使唔使而家轉行？使唔使而家轉工？轉咗工先又轉行，定係根本就提早退休嗰只啊？如果有條件搬屋，就梗係唔係搬去油麻地，又唔係搬去灣仔。就係搬去大自然嘅地方住村屋啊嗰啲啦，勤練功，享受你嘅嗜好。我發現好多癌症嘅人咧係冇嗜好嘅，你揾都要揾啱人做能量療愈，即係手療啊。我哋呢度咪有重撥啊嗰啲咯，咁有好多好多呢啲療愈嘅方式嘅，做清洗，包括係身體嘅清洗、靈性嘅清洗。嗱呢啲可能咧你唔識咧就要上堂學啦。最好咧就揾人同你做，我自己都揾人同我不斷咁樣做，揾啲真係有好勁嘅人同我做，好多人聽過呢啲故事嘅啊，就出門旅行，出去行行開下，咁自我催眠要學或者揾人同你做啊，做義工，做得多義工咧，乜病都快啲好嘅啊，要好感恩，試試過好感恩嘅生活。頭先我講咗13樣呢度嚇，咁。就是做咯，好啦，然後我講咧就係咩叫阿祝勇講啊？咩叫停止干擾身體自我療愈咧？譬如咧，同西醫保持適當距離。你問我咧，由今日開始，如果你真係信我，如果我真係可以用打開個心講最真心嗰句嗱，呢個即係話咧，閂埋門先講得，行出去我就唔認我講過。你要話長高要你嘅，我唔認嘅嚇。如果不是我沒命，我已經沒命了很多次。昨天有一位政壇的元老就離開了我們，最後一次他訪問我，必定是大家就是為了大家這個好像是不能說的，開了麥克風你說的死梗，我就被人封麥克風了，很多人都聽我說過我的故事，現在不要阻時間。總之就是你想有條命咧，嗱，三文咪講下，就當呢個世界冇西醫，聽唔到？聽到嗬？嗱，咁就係咁，唔好去覆診，佢講乜嘢都唔好聽，做相反嘅嘢啱，即係佢叫你戴口罩，你又唔好戴咁嘅啫。主動恢復身體嘅功能，咁咧嗱，回歸自然飲食啦，今日唔講啦因為咧我哋冇咁多時間嚟講。即是咧，盡量食生，盡量食素，盡量不要出街食嘢。我知道很多癌症的朋友咧，都已經做到不出街食嘢嘅嚇。所有買翻嚟嘅嘢咧，加工嘅都不好咁樣，即係罐頭啊、燒臘啊嗰啲，點都不好掂。盡量食有機嘅嘢，就進補是要的，但係要好識得，即係唔係人人你講乜嘢買嗰啲咯嚇。同事咪溝通，不是食咩嘢，係用乜嘢態度去食。嗰啲啦嚇，好啦，回歸自然嘅生活方式，我哋13樣嘛，第3樣啦，就係休息啦，早啲瞓啦，接近大自然啦，即係話以後唔好行商場，去郊樂徑，多啲去郊野公園嗰啲咯，要曬夠太陽，做音響療愈等等啦嚇，就生涯再規劃，即係咩咧？停工，如果你有條件，唔好再翻工。除非你手停口停啦，就係寧願領中門都好停工，計劃轉行。如果你仲有精力嘅，
你有條件嘅做第二行啊咁啦。改變居所得就搬開啦。誒、欸、，sorry 錯咗啊，點解會咁嘅？誒，總之搬屋啦嚇嚇，就要改翻呢度。行年工誒咩八轉九，最憎人做八轉九，最憎人甩手工。呢啲就係最基本噶啦嚇。咁嗱，唔使貪多，我做一樣就夠噶啦。啊，誒，麥倫姆啊呢啲咩咁啊，精裝做少寮啊，誒、我哋香港嘅少寮版本咧就係、是、愛少瑜伽啊，你都好多人都同我玩過噶啦。誒呢一啲咯，啊，做拍打，誒、做動態健身，做跳舞啊，做嗰啲嚇。咁、啊、享受你嘅嗜好啦。哎呀，呢度又錯咗 ，sorry， 我要執翻正呢一度。就揾啲嘢嚟，我你好中意做啦嚇。咁啊，做能量療愈咧，手療啦。我希望你有機會嚟同我哋做手療啦。啊，就仲有咧，音響療愈有輕療咧，有暢療啦等等嚇、啊，光療啦，水晶療，反正即係數唔曬咁多，而家越嚟越多啊。咁咧做清洗，接受專業服務啦。頭先我講咗嚇，斷食啦，斷食係清洗嘅一種，洗腸啦，做觀想啦，斷食同洗腸非常之重要。你想執翻條命咧，快啲洗腸。如果有條件嘅，做斷食，唔好亂做。你要喺人指導之下，去做咁咯。生活環境清理，即係話咧，我哋周圍好多能量嘅方面嘅問題。即係好多人話呢間係空屋嚟嘅喎，即係嗰啲咁嘅能量。或者屋企裏邊根本有好多嘢係尖癌。我哋嗰間屋企，個個屋企都無數都係尖癌。不過你唔知啲嘢擺錯位，啲嘢唔應該帶入屋嘅嗰啲嘢，就係、是、出門旅行去觀光啦，最好咧就唔係淨係參加乜乜旅行團嗰啲啦，就去人哋嗰度生活，即係去人哋屋企住。如果你有咁嘅條件，做義工，而家有好多呢一啲嘅嚇，就朝聖呢一類咁嘅嘢啦，就自我催眠啦，有條件嘅接受專業服務啦。揾翻好多嘢啦，念 mantra 對念 affirmation 就肯定語啊，觀想啊，仲有係啊，改變打扮，重塑形象，好得意噶。佢哋揾我咧，癌症嗰啲咧，幾乎我個個都話以後都冇著呢件衫。哎呀，咁樣唔得嘅。你一改變咗個形象啦，以後你要著邊種裙啊？你以後條頭要點梳啊？成個人就唔同曬，以後佢條命就唔同曬。咁嘅喎嚇，做義工出街做啦。你話唔得喎，其實咧上班同埋送搭車嘅時候都可以做義工噶，喺屋企做啦，喺醫院做啦，就算你瞓緊牀都可以做義工噶。嗰只啦，感恩，朝頭早起身，臨瞓之前要感恩，寫感恩日記，仲有好多方法嘅，今日講唔曬嚇。咁咧冇人可以醫好你，只有你自己去醫好自己。方法就係你想醫好自己先。不要再想死，我們個個都想死，是的。你不再想死呢，就不會令到自己病，所有病都是你想病，你要折磨自己，不用了，不好了，這樣咯。現在是你要救自己了，你要變心，你的病就是一個菩薩，一個天使來提醒你的，他出現就是要提醒你，那他現在你收到呢，他就收工了。你有冇收到？你有冇收到？咁佢就收工咯。所有嘢發生咧，都係有原因嘅。記住呢樣嘢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嘅人生咧，九曲十三彎，都係為咗下一站嘅任務。咁上天安排，我哋個個有不同嘅經歷。你會有呢種呢、這個病，係因為上天要安排你做好多好多嘢，佢會俾好多嘅祝福你，俾好多嘅恩典你。你收咗呢啲祝福，你繼續去送呢啲祝福出去。你如果你咁諗咧，掂曬，乜病都可以醫好，你幾嚴重都好。再講一次，就係、是、你明白到所有嘢都唔偶然嘅，呢、這個安排係有原因嘅。如果嗱，你而家有兩個選擇。一個選擇就是話，我用死唔好彩咯，我真係好黑，個天啊你玩我，我又咁，我好慘。嗱咁咧你冇得救。相反，如果你話係呢個考驗係好大，係好痛，我而家乜都冇，
我冇咗我份工，冇曬啲錢，佢哋又冇人再理我，我走曬。不過嗱，呢啲嘢都係我做人嘅籌碼。世界上所有痛苦有代價嘅，有價值嘅，你睇到呢度就得噶啦。雖然辛苦，但係呢啲辛苦將來有用噶，咁樣咯嚇。咁而家我會好翻，一個條件個天令你好翻。點解？因為你要去話俾人聽，唉，癌症好易啫，睇下我，咁就得噶啦嚇。咁跟住奇蹟就會出現。呢、這個世界有兩種人，一個人就唔信奇蹟嘅。一種人不信奇蹟的，第二種人就相信所有都是奇蹟的。我相信所有都是奇蹟的。今晚你坐在這裡是奇蹟，長哥有今天可以站在這裡是奇蹟，我有這個地方是奇蹟。其實我們站得起身，我們會呼吸都是奇蹟，有這個世界幸運都是奇蹟。你這樣看呢就很多奇蹟的，你上奇蹟就有很多奇蹟出現。由今天開始，由第一種人變第二種人。以前你不信奇蹟你得噶，你唔可以有嘢食講啦。我就唔會冇咁好彩。嗱咁咧，你就永遠都冇咁好彩。記住，呢、這個世界係有奇蹟嘅，乜嘢都係奇蹟。咁咧，你咧好開心去完成呢個任務，咁就得噶啦。嚇、啊，咁將來你會享受到呢、這個宇宙好玩噶。我哋嚟消曬走一回，去玩一鋪就嚇。咁啊，不如去玩啦。唔好咁認真啦！佢有一句話 ：Life is too serious to be serious。有時你見到阿長哥喺度咿哈哈咁樣傻嘅、癲嘅嚇，嚇誒咁就會健康，咁就會青春。好，咁咧你可以用方法去自我催眠，去康復嘅。啊，因為我哋係信念創造實相，你諗咧嗰啲嘢就會發生噶啦。咁咧醫癌症咧。就要靠心藥嘅，呢、這個心藥係咩咧？獨步單方。嗱，你哋係揾我一對一同你做啦，我做來做去咧都喺翻嗰度。如果你有朋友係有癌症嘅，你想幫佢，只需要幫佢一樣嘢，唔係要教佢食乜，唔係同佢揾個神醫，唔係帶佢出去行街，係做一樣嘢，我用盡。集中火力，盡我所能做一樣嘢，拉埋佢啲家屋企人、朋友撐佢嗰啲人，做一樣嘢，你估做咩？我大家一齊幫佢，有我哋喺度，你得嘅，做咩咧？你話睇下呢六個字，呢sorry嗰六個字唔見咗，係。重燃生命之火，等佢覺得生命有意義，就係咁啦。有嘢佢想做，有嘢佢想做。問佢一個問題，我成日都問噶。我問呢個問題，佢點答，我就知道呢個人有冇機會生活落去。陳哥啊，搞咗咁多年咧，結果終於啊！發明了一個很簡單的測試，簡單到20秒鐘就是即刻看到的。如果過不到這個測試，唉，不要浪精神，真是的，想你明白咯。你猜我問什麼問題呢？問了一個問題，你上過我堂的可能聽過，你猜一下問了什麼問題。想不到，我是問這個問題，我會問，阿姐或者阿叔、阿伯、阿哥，叫他的名字，Mary 或者阿順、阿珍，如果個天咁幫你，錫曬你。你的聖母啊，你的觀音啊，你求乜佢即刻俾你，佢俾你健康，你今晚就好翻曬，乜事都冇，冇腫瘤乜嘢咩都好，你今晚就好翻曬，你好精神，
你會有曬資源，做乜都掂。你會做乜？你會，你講俾我聽，三個月之後你做緊乜？即明唔明啊？即係好翻曬，掂，錢唔係問題。三個月之後你做緊乜？你估啲人點答嘅咧？我報告俾你聽，十個九個，一百個生癌嘅人喺我面前，九十九個個反應係冇反應，冇嘢講，一係耷低頭，甚至流眼淚，冇表情，一係就諗咗好耐話唔知啊。冇諗過，唔識答。嗱呢啲人咧，呢九十九個咧，我唔相信有邊個幫到佢。佢自己都冇嘢期待，佢覺得生命係好無謂，佢個身體完全冇動力去撐落去。點解全世界糟質我？我又為咩要撐你？咁唔好意思啦，神仙都難救。一百個之中有一個又唔係咁嘅喎。譬如我俾一個例啦，我見過有一位女士，五十歲。咁我問呢個問題，再複述嗰個問題啊，記唔記得啊？我就係話：如果你咁快好翻曬。咁你三月後做咩啊？佢話：哦，咁就好咯嚇。我咧就最中意咧教人哋跳雨線舞嘅。你知咩叫雨線舞咧嚇？就咧我喺公園嗰度教完個嚇。我想象咧喺公園嗰度有二三百個人，朝頭早朝朝喺度跟住我跳嚇。大家咧就係咩啲絲巾啊，咁啊著安著咩紅色嘅長裙啊，哇！大家一齊跳好開心。嗱呢啲人咧。不用醫都會好翻。佢生命有目標，生命有熱情。佢知道呢個世界需要佢，天生我才必有用。個世界需要你嘅，需要你嘅。不過你放棄咗，一定有原因嘅。這個世界有好多嘢，人哋唔可以代替你做。你係人個仔，你冇人可以代替你嘅。你係人個老公嚇，你係人個老師。等等呢一啲嚇，係得你先係，你有你嘅條件，個個人嘅條件唔同嘅，所以幫佢即話，只要做一樣嘢啫，就係等佢興奮翻。如果唔興奮就死得噶。你要覺得生命好有價值嘅，好開心又好玩嘅。我啲同事咧都成日覺得阿長哥咧嚇，一來就好自閉。二來有過度活躍嘅，兩個極端，我想就係咁。我成日都咁興奮，你識我就知道，成日都覺得，哎呀呢、這個世界好玩，啲嘢做唔曬，我都唔知幾享受。就咁啦，奇蹟就不斷出現，就係咁咯。好嗱，揾翻生命呢個旅程。而家呢一每一個人嘅生命階段唔同㗎，八年前我諗都冇諗過做老闆開店，突然間個天就話派我開店，我一啲都唔想做。我覺得下海做生意係 below my dignity， 即係不屑做。但個天話要做，咁就做咗七年嚇，咁就係咁咯。我好憎做行政嘅，但係生命去到五十歲、四十幾歲嘅時候咧。下個天就話你要去做主任，學你唔中意做，學做唔中意做都要做。咁我就知道我需要學呢啲嘢。雖然我做得唔好，我根本就唔中意做，我而家都唔中意做，但係我都做咗幾年，學咗好多嘢，幫咗好多人，即係咁咯。咁揾翻你下一個階段，每隔幾年每個階段可能唔同。第二咧，幫佢清除內心嘅障礙，就係幫佢
諗下有咩你而家啱做嘅咧？你而家咁嘅條件，可能個身體好孱弱嚇，可能你冇曬錢，但係仲有好多嘢去做咧。點解佢哋揾我？係我可以做到嘢咧，幫佢做緊嘢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好叻，就係、是、我覺得嚇好成功地咧，揾曬啲資源去撐佢，等佢可以重拾自信心，覺得我得嘅，佢哋個嚟撐我嗰啲嚇咁咯。嗱，好啦，你而家明啦，點解啲病唔使醫啊？就係、是、記唔記得啊？下醫治病，中醫就治人。而家就係講變心啦，上醫就治心啦。所以要個病好翻，只有一樣嘢就係、是、追夢圓夢，你先至要發夢，然後去完成呢、这、一個咁嘅樣咯。呢、这個就係我哋講嘅自神啦，一念天堂。一年地獄，所有療愈都是 你自己就發生的咁咯。行動嗱，咁誒，我哋就我建議好多行動嘅嚇。其實頭先都講咗好多噶啦。咁咧就係、是，如果你係飲食習慣係唔掂嘅，要改，盡量做斷食啊嗰啲啦，洗腸，學翻一啲靈修嘅功法，接近大自然啊，做多啲義工。咁樣樣，最尾嗰句呢、這個先係最重要嘅。所以頭先咧嗰八樣咧，第二條係最重要嘅，就係呢一個啦。只有兩位舉手，頭先邊兩位舉手嘅？第二嘅，阿欣。好，我哋俾啲掌聲呢啲啊，咁啊就係佢哋係真係好識得做人啊，特別識得做人。好，咁咧就係、是如果你想痴如常哥咧，我有一個網站嘅。就係叫 Alive with Dr. Green 啊，咁你去嗰度睇，咁咧就如果唔係咧，你寫個中文名咧，去 Google Search 咧都揾到噶啦。咁啊講到呢度咧，今晚好啊，我有一個緣分，祝福大家，多謝。